轻轻千万回忆的又偏偏红丝的那个青春无话在阴天外遇这首歌曲来自我们文清凯所演唱的《借梦相惜》，也收录在他的最新专辑《笑脸盲》当中哦。这首歌曲的曲目虽然摆得比较后面，还蛮建议所有朋友们，如果到唱片行去选购他的专辑，回家之后可以往后开始听回去。我觉得这是这张专辑可以另外做的一个享受的方式了。你感觉都习惯工第一首开始听嘛？对，听，有时候听到一半去吃个饭，回来又忘了听到第几首。好，但是建议大家，《笑脸盲》这张专辑我还蛮建议可以往回听的意思是，因为其实它的上半场跟下半场的曲风很不一样，那下半场又更是大家平常比较少听过，甚至不管在电视节目上也好，甚至你去他的公开的演出签唱会等等都比较少碰到，比如说让他听下点在旧梦休息，还有另外一首叫做撒鬼忙咯，对，撒鬼忙咯。文清凯，请问这两首歌曲当初为什么选定这两首？好难唱啊，我觉得。这位师姐，我跟你说阿弥陀佛啊，不是三月望路这一首歌呢，其实是我刚才用国语，其实是 OK， 其实是我们老板写的。文清是文笔好，讲话台湾国语没关系，没关系啦。我南部囡仔讲话就是安尼，这就是我国语的所在。你到底要不要讲？三月望路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华特老板写的。哦、嗯，然后他其实放在他自己的口袋放了两年，是一直没洗裤子之类的。可是刚好就跟老师在开会，制作老师开会的时候，然后他就默默把这首歌拿出来。嗯，他说：“哎，我跳过没？就跳过，我们许没有。”就你们在开会决定专辑内容是老那个老师跟我讲的时候，然后他说老板就拿了这首歌给他听，他说：“我这首歌想要给傅凯唱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公司把这首歌丢给我的时候，我看到上面网络想说这是某一首老歌吗还是什么，因为就跟以前什么三月里的小雨什么之类的那种对台语老歌那种怀旧，对，然后我一听到他的编曲，我说哇哦，这个是电影主题曲吗？你不要用是你们公司老板唱的写的，没有，真的，因为这真的很像电影的主题曲，你光光不要我先听他的那个音乐，你就觉得哇好舒服，而且很适合在半夜的时候听。可是说真的是一首很有质感的作品了。是，然后这首歌我这是第一名录最久的一首歌。哦，难度在哪里？因为老板写的不能唱不好。哎，第一这个是啊，然后第二个是，第二个是因为这首歌要唱的那个唱功呢，要拿捏很准。对，就是它也不能太外放，然后要很轻。嗯哼，对，因为我以前唱歌就是那种哆啦 A， 嗯哼，就是哆啦 A 啊，哆啦 A 啊，哆啦 A 康这样子，然后这首歌就要很轻很轻柔的这样唱，所以在录音室雕好久好久，唱到我又一直都觉得自己好像不会唱歌了。嗯哼，所以也是另外一个瓶颈，就是另外一个瓶颈。因为其实他这两首歌，包括《逃脱蓝天》的这类《借梦相惜》啊，跟《三鬼绑肉》哦，他都是很我为什么讲说文清凯，他是真的文清嘛，他不是那么的外放，很多东西他是必须要内敛，而且他在唱的时候，比如说字跟字之间啊，气跟气之间，他是有一点点要藕断丝连，他不能说断就断，对，不能说哭就哭哦，不能说开心就开心，所以。你要怎么样让人家感觉得到他是有质感，但是有他是有情绪的，但是你喜怒不能形于色，而且你要把它诠释，把它意境诠释出来，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点。嗯，对，因为他歌词其实他没有写的这么的洒狗血，嗯，而且他是写的很内敛这样子。他就真的很像你是去那种厚的很厚的那种什么文学词典诗典对翻出来的文章，然后直接配曲上面唱这样。对，没错，他就是这样子的一首歌。好了，来那个圣诞节，不是我要帮你把握时间，因为很重要。傅凯有非常多的公开活动，是如果不是像我这么认真一直在 follow 他脸书的人呢、啊，是不会知道。来告诉大家，你的公开活动我要怎么知道呢？可以上我的粉丝专页，名字是许傅凯，凯山凯影的世界，是上面会有很多的动态，那傅凯就会亲自的做回复，包含很多的公开活动啦，对，好、那有一些心情心得，那你光去上面看，你就会知道，去感受。许福凯这个人他的真性情，对，那他的
艺术气质吗？然后有时候在上面 po 的一些文字，其实是会让人家有点小感动的啦。有吗？去看一些跟歌迷的互动，或者是跟歌迷互动这一块，其实彼此都要有心啦。其实我最近都有在一直在看书，就是改变自己的气质这样子。如果要夸奖自己，夸奖到会顿呆啊，其实也就不用了。好，欢迎大家呢，如果要知道我们傅凯儿或的一些相关的系列活动的话，都可以上许傅凯凯先开你的世界。来讲一下这首歌名是什么嘞？三更要命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各大唱片行哈去找到许傅凯《笑脸盲》这张专辑。然后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要结束了啊？不然嘞，下一个主持人在外面瞪我，你没看到吗？在哪里？在他的位置上。小倩姐是不是？没关系啊，小倩姐那个下一托。哎，他是一姐，你开什么玩笑？你怎么敢叫我吃掉他的时间呢？啊，不然我是说叫他进来，换我走是不是？两个人一起，没。好啦，风车姐姐赶快进来，风车姐姐。好啦，我想我们就这样子啦，就我们有缘再见了。我们感情真的很好的。没有啊，谢谢下周。好了，真的这个是跟大家推荐哦，许傅凯啊，三位把罗辑聊瓜可以在《少年梦》《少年梦》哦，这种专辑来对各大唱片行都可以找得到。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脸书去搜寻许傅凯凯声凯音的世界，我讲了三遍有没有很重要？非常重要。好了，来听歌喽，傅凯，拜拜哦。Thank you.